谈判，但我们也要把相关证据诉诸国际，也进一步看到我们不分朝野政党对于中国这样的野蛮行径同声谴责，大家团结对外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那可能这件事情在八号的时候发生，昨天才有外媒报道，那这十几天被人家解说，为什么外交部之前都没讲话，被认为说是刻意淡化？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跟斐济要维持关系，我们又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，所以驻外人员每年很辛苦的办国庆酒会，出事情后用尽一切方法，希望争取合理好的处理，但又不能敲锣打鼓。这要请国人同胞原谅驻外第一线人员，谅解第一线人员的辛苦。